冒着红的目睭帮助洗车，蒙人解读掠灵。你的手，我会甲你牵条条，因为我是你的骄傲。困过好骄傲，就亲像这首歌，这几冬来未怨叹嘛未嫌。台中52岁困过经营洗车场，十冬前目睭模糊，去予医生检查，检查出视网膜剥落。四冬前有一天，伊伫洗车时阵，目睭突然一片乌暗，目睭看无路。迄当时伊稳调的并无惊吓，直到上周人客卡甲太太讲，我目睭青眉啊，为着生活，太太做伊的助手，我摸大家紧甲因后生完成行业做冰刷，甲洗车场收起来。后来去学廖玲，太太佫互伊做练习，一开始沙无，佫听到哀哀叫，一支草一点路，有水某伫边仔守候，伊做廖玲师傅重拾信心，买当加减谈挂起家，今嘛手艺真好，嘛做出口鼻，含头家拢学了甲会达志。差不多47岁啊，他是停在我旁边而已。你们等你们的时候，那他要去等 A 掉，决定哈说啊，那个洗车不要做了，因为你像咱提醒我，我阮太太无地方提醒我，我嘛唔知啊。现在情人节啊，你讲你们太太会比较干起来会有？跟我在工作的时候，我都放在心里啊。要叫伊，我靠亲口唠唠而已嘛，他也不喜欢啊，我不要浪费那些钱啊。苹果募集100位爆料公民，每月独家爆料2则以上照片或影片，如采用当月就发20000元奖金。爆料拿奖一举数得，照片1000，影片2000元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000元。全民监督社会，从爆料做起。爆料请打电话或用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。